这个词我觉得很，我很害怕。怕的是虚的，对，从帝国人来就不会再害怕回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。其实 我在拍《情深深》之前，就是我真的会，就那段时间还是在一个疑惑区，在一个自我推翻的一个阶段里面。我那段时间就是朋友都会跟我说，说你需要自省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苦，我觉得电视剧有电视剧的苦，电影有电影的苦，我觉得这个苦都应该受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应该要承受的部分吧，就算你的工作范围之内。我说残影这一段的时候，在那个草里面爬，手被割了，我就想到你到时候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告诉我在干嘛。哎，我是先给你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先给我拍了，哎，我他发给我。当年我们在小学里面打过，我就叫我们有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好好照顾一下。在半空之中亲你，不管生死。日久生情，感觉一个流星插进来，啪！爱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。